我跟你比赛，比一下好不好？我跟你比一下。哎，但是我只用，我以前得过乒乓球冠军，所以我只用这个手机跟你打，好吧？啊，不打比赛，不打比赛，我们就玩一玩啊。好。哇！哇，3-1了。不是，我不是世界冠军，我是一个小 company 的冠军。哇，4-2。6-3，哇，7-3，打不赢他呀！哇，11-6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！来，我给你拍照片，然后到发给你啊。你想进国家队吗？什么的？